五谷鸭掌，上次没吃够，这次咱们又浅浅的搞了一桶，依然是2斤36.9元，之前都是卖50多的，给咱们发2斤。我吃这是酸辣的，这一桶差不多有15个左右吧，全都是整个的。全都是这种整个的大鸭爪，没有一个碎的。这个价格是真合适，我在我们当地那个小凉菜店里边买那种凉拌菜还差不多12-13一斤的。咱们可以提前囤着点，留着过年的时候吃，当个小凉菜。过年本身吃的都是大鱼大肉的，这个小凉菜是最下货的，里边拌点小黄瓜，还有爽口的。拌菜你也不用搁调料，你就用它这个汤汁一腌就行，老入味了。